十二星座遇到外星人。处女座，站住，快告诉我地球的秘密，不然就把你扔到外太空。咦，你多久没洗澡了？皮肤都变颜色了，给我远点儿。我跳不停。金牛座，我是外星人，我要把你抓到我们星球去种地。嗯，外星人稀有品种啊，应该很值钱吧，看来我要发财了。水瓶座，我奉母星的命令抓一个地球人回去研究，就你了。你们终于来了，我已经在地球生活了12389年了，快带我回母星吧。巨蟹座，我是外星人，来地球巡逻，快告诉我厕所在哪儿。嗯，世界上哪有外星人，小朋友不可以骗人哦，不然我告诉你家长。你说完没有？我快憋不住了。天秤座，我奉母星的命令要抓一个地球人回去研究，就你了。你长得也太丑了，还是先让我来给你整个容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想回母星。天蝎座，我是外星人，我要把你抓回去当保姆。嗯，当保姆，好主意啊！天黑之前把这些活都给我干完，如果敢偷懒，哼。摩羯座，站住，愚蠢的地球人，快告诉我你们地球的总部在哪里。呼叫总部，有外星人入侵，请求支援。我还会回来的。双子座，渺小的人类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，地球已经被我们占领了。成成这样，你也玩 cosplay 呀？你还是真皮的，手感不错嘛。救命啊，我遇到变态了。狮子座，告诉我你们地球的秘密，这500万就是你的。告诉我你们外星的秘密，这1亿就是你的。首领，对不起，他给的钱实在太多了。双鱼座，我是外星人，我要抓一个地球人回去做老婆，就你了。你有车吗？我。你有房吗？那个。你有存款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你还有一个优点。什么优点？虽然你长得丑，但是你想得美啊。射手座，我是外星人，我要把你们赶出地球，到外太空流浪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地球已经被我玩腻了，我正想冲出地球飞上太空，现在马上立刻就带我去。哎呦你妈。地铁上的熊孩子，地铁上的熊孩子一边看奥特曼一边把音量外放到最大，我好心劝阻，反被他身边的妈妈说我多管闲事，于是我一个电话叫来了奥特曼和怪兽。看到心爱的奥特曼被怪兽一次又一次地打倒在地上，熊孩子哇哇地哭了，我却狠狠地笑了。狮子座的快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且费钱。